刚好有对到戏的时候呢，他融入我们这一家的时候呢，产生很大的抗拒，他都没有办法跟我们正眼来对戏，你知道吗？他跟我们在演的时候，他都在看旁边。对对对。昨天有一场戏，他应该要生气，他在跟剧组吵架，可是他又不知道哪根筋被挑到，又开始觉得很好笑，所以他就赶快把头别过去，镜头在这边嘛，他把头别过去演生气。可是你有看过人生气会抖到像在骑摩托车，他会这样。就还蛮多次的。我通常会 NG， 应该就是因为笑场，所以有时候会，其实剧组真的很好，我要谢谢导演还有所有剧组，他们都很有耐心。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笑到自己都不好意思，可是我控制不了。有些时候，像明明最近跟邱泽他都很酷啊，在里面，对，可是最近我连跟他对戏都开始会笑场了。跟邱泽也会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邱泽还好吧？你这样对戏受得了吗？我。昨天其实是在演一个对峙的戏，要一直看着他的眼睛，然后两个人要很凶那样子。可是因为只有戴到眼睛，所以镜头拍的时候，摄影师会说：“来，栋梁，啊，邱泽，栋梁。”然后到邱泽的时候，他就在那边，然后换栋梁的时候，我就，然后换成邱泽，然后栋梁又。可是我们导演人到，每次我们现场导演都会说，不会啊，很自然啊，很好很好，我们下一个好不好？想到最后原来是导演在磨戏，太磨人了吧？一下是这样的考验两个会不会笑场，我想到这是尺度跟牺牲的问题，两大都好。